到一个电话，就是这富二代给我打的。他呢，现在呢，把这个娘俩还有我两个兄弟全部给我弄了。我现在呢，赶过去，我看着到底能耍出什么花招。放心吧，你们几个一点就好了。我现在去后边交代去，让人发现了啊、哦！你们一会儿机灵一点，电话呢，我这边都已经保住畅通。然后呢，听动静，隐蔽好，先别下车。如果有什么移动，及时告诉你完事儿。好，放心，走。你一会儿机灵一点，隐蔽好，别让人发现了啊、哦！我感觉现在情况属实有点不对劲儿。啊、哦，这咋进去、啊？有点隐蔽。老爷儿呢？老爷儿们，准备好了。你不用给我动手，兄弟们，把我兄弟放了，行不行？你把你娘俩放了，你是冲我来的，我知道。这回卖几个人了？这回卖多少？来的，算他妈个爷们儿啊！算爷们儿，你干啥来了？干啥来了？把我兄弟放了，兄弟们，把他俩给放了，我留着，行不行？你给我吵吵，这兄弟是不？啊？到底吗？上回你们打我怎么打的？不是你啥意思？那是啥意思？你奔我来的，随便，无所谓，行不行？你把他们放了，行不行？今天他妈主权在我，不在你。我想他妈放就放，我说不放就他妈不放，听着吗？我妈呀，这你都知道啊？上回他妈有你，妈我操你妈！想杀我？你妈还是你能杀了你吗？啊！嘴都闭了！想死啊！我操你妈！操你妈！别过来！操你妈的！你妈！谁过来？操你妈！谁也别过来！老哥们，等死信不？我操你妈！操你妈！别过来！啥的？他妈！操！操你妈！操你妈！行，你马过来。你马上也别动啊、哦！过来，他敢反墙是吗？过来，看我死了！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还主动权不？啊？兄弟，过来。给这腰拽过来了！操你妈！又见猴了！
操！剑哥往事，我有故事。微信搜索“剑哥往事”，带你去看东北社会上的故事。还主动全部啊！你报头来，报他！我兄弟，娘俩人家过来了，有事儿没啊？来，找他来了。谁主动权这回？你大哥。好，你写的来。和我玩，你能玩起吗？啊！我他妈命都敢不要你呢！啊！你敢吗？啊！不敢。你有魄力吗？你认为？啊！你行吗？带两个逼人，不装社会呢？啊！没。我告诉你，我死都不怕，别说这点事儿了，听明白没？就你今天拿枪架我脑袋上，我也得来，听明白没？就你们这两个逼样的，操你妈，干啥来了？啊？干啥来了？操你妈，都跪呀！跪下！不跪下，跪下来！操你妈，跪下！我跪下了，跪下，大家好，我是艾宽，长按视频下方二码关注剑哥往事，观看本期视频完整版，还有更多劲爆视频等着你，干就完了。